森林养育了众多树木，而眼前这片森林因为孕育了一种树木而被人们铭记。这种树在密林中看似普通，它开白色小花，四季常绿。它没有甘甜的果实，却牵动全球60多个国家的经济，影响30亿人口的生活。它的名字是茶树。在中国西南部喜马拉雅山东麓，从印度洋吹来的季风带给这片地区丰沛的雨水。10000年前，这里就是植物的发源地。在巍峨绵延的山脉庇佑下，这片区域躲过了冰川世纪寒流的直接袭击，众多上古植物幸免于难，茶树就在其中。茶树家族经历过磨难，即使到现在，对于个体来说，要生存下去依然是困难重重。这棵小茶苗刚踏出第一步，顶开了厚厚的枯叶层，长出两片新叶。它的身高不到10厘米，距离这片森林的顶层还有30米的高度。阳光成了此时最迫切的需求，而天空被冠层所覆盖，仅留下空隙允许阳光穿越。层层枝叶掺杂其中，留给地面植物的阳光零散稀少。要在这里存活下去，长高是唯一的办法。为此，茶树首先生长出发达的根系。虽然地上部分还纤细瘦弱，它的根早已向下长出2倍，探入更深的土壤吸取营养，以支持地上部分生长。但是，这给茶树带来了另一个困难。6月，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森林里的植物沐浴在泼洒的雨水中，焕发生机。这本是好事，但问题是时间。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的雨季常常达半年之久，这对植物来说变得难以承受。如果长期浸泡在水中，根部将溃败腐烂。茶树们早为这一切做好准备，秘密就在土地上。茶树选择的家往往在斜坡上，这让过多的雨水顺着斜坡流走，树根能够安然度过漫长的雨季。
茶树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去适应这片森林的气候，顺利成长为少年。他有了较为强壮的身体，有了更多的叶子去捕捉森林里散落的阳光，以此合成生长的能量。这些叶子是茶树的引擎。此时，保护树叶成了头号任务，而身上这种昆虫让茶叶岌岌可危。它们长期依赖茶叶为生，演化出用于伪装的茶叶绿色。它叫茶小绿叶蝉，大小只有3到5毫米，看起来不足为惧。但是当它的针状口器刺入茶叶，吸食里面的汁液，茶叶细胞组织就会遭到破坏。茶叶变得枯萎卷曲，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而且它繁殖极快，几乎每月能生产一代。面对小绿叶蝉的大举进攻，茶树有自己的应对。当它的口腔分泌物接触到茶叶时，一套古老的反应体制马上启动。茶叶体内释放出几种特殊气味的信息素，这种气味能够通知一个帮手，猎物在这里。一只猎猪闻讯赶到，它是小绿叶蝉的天敌。然而仅靠信息素能够抵御像小绿叶蝉这种特定的天敌，却无法抵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破坏性细菌与真菌。这些清道夫无孔不入，如果茶叶受到真菌感染，树叶凋落，茶树将失去生长的动力，直至死亡。为了对抗这些虎视眈眈的敌人，茶树演化出独特的化学防卫机制。隐藏在茶叶中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物质具有杀菌作用，能够抵御有害细菌。这些物质像一层隐形的屏障，保护着茶树，使它远离毁灭性灾害。当茶树顺利成年，当年那株毫不起眼的茶苗一跃成为这片森林的主人之一。这棵大茶树胸围超过3米，高度约25米，是茶树家族中的巨人。摆脱了底层的阴暗，森林的高层它拥有了足够的阳光，但是直射的阳光会灼伤叶子。它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身高，与这片森林的顶层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茶树做出种种努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种族延续下去。种子承载了茶树的所有期望，但茶树的果实成熟时间漫长，需要1年半左右，
如此长的孕育期使果实还未成熟，花朵就又一度开放。花与果同挂枝头，像带子怀胎一样。等到褐色果皮裂开，种子纵身跃向大地，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破土而出。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以最初的茶树为中心，茶树完成了群落的建立，安居于森林之中。但如果仅此而已，茶树也许只能坐落在这世界的一角，而不会以叶子的形式征服地球。直到它遇到人类，征程拉开序幕。茶树与人类可能有无数次擦肩而过，而第一次的真正相遇或许与森林里的哺乳动物有关。有一种猜测认为，人类曾看见猴子采食这种树叶，于是模仿着以这种叶子为食。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千万年前的那次相遇，但是仍然能从一些古老民族的生活中得到启发。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被称为吃茶的民族，这里也是茶树的原产地，沿袭着一种凉拌茶的饮食习惯。在劳作休息间隙，基诺族人利用茶园周围的可用食材为自己补充能量。能振奋精神的茶叶自然成了食材的一种。基诺族人是采集植物的高手，能找到的食材达到四五十种。他们将这些食材放在竹筒中冲碎，在其他香料的辅佐下，茶叶变得美味可口。这是人类在探索茶叶使用方法时做出的尝试之一。传说神农尝百草发掘了茶叶的药性，自此茶叶也被作为药物而广泛使用。食材之外又是一味药材，需求的增加促使驯化随之而来。在云南省凤庆县的香竹庆，生长着一棵被称作锦绣茶祖的大茶树。它是早期人工栽培型茶树的代表。锦绣茶祖仍然保持着乔木树形，高逾十米。但相比野生型，锦绣茶祖已显现出人为矮化的痕迹。最初，茶树传播区域在热带森林不远的地方。当气候向温带过渡，热量和水分减少，乔木茶树难以适应而被淘汰。只有那些小型乔木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生存下来。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可以将茶籽带到几千里之外的区域。四川通志里留有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西汉五里珍在四川蒙顶山手植七棵茶树，后世称其为蒙顶茶族。但是此时茶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不盈尺，叶片细长，这与森林中的野生大茶树相去甚远。这是茶树为了适应温带环境，出土就开始分枝，丢弃主干变成不足一米的低矮灌木。它缩小叶片，并在最脆弱的顶芽上生出白毫，这些白毛具有一定的抗寒作用，可以保护顶芽免受冻害。而加厚蜡质层让灌木茶树的叶片比大茶树的叶子更加坚硬，足以抵抗漫长的寒冬。灌木茶树是家族中身材最为矮小的一种，却在生命力上最为顽强。茶树每跨出新的一步，人类都在观察。低矮的茶树更能适应新的环境，并且更容易采摘，于是人类更倾向于栽培灌木茶树。人类成为茶树有史以来最有力的传播者。扩大适应性的茶树追随最初发现它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四处延伸。早在公元八世纪的唐朝，它就到达了北边的秦岭、东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如油茶、茶花等280多种同为山茶属的亲戚们，却无法复制茶树的这种成功。是什么让茶脱颖而出？科研工作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破解了茶全基因组图谱，从中找到了关键所在。茶树在它的进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全基因组复制事件，同时还有很多的基因发生了串联复制，导致了茶树叶片当中合成风味化合物的关键酶基因的数量较其他植物明显增加。然而油茶的叶片里面合成这些关键物质的基因的表达量明显要低于茶树的叶片，因此油茶积累滋味物质含量是非常少的，不适合做成像茶这样的一种饮料。基因复制是茶树为抵御自然灾害做出的改变，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伴随一些酶基因的增加，三种独特的物质也随之在茶树的叶片上增多了。这三种物质彻底改变了茶树的命运。茶树叶片当中富含令人喜爱的风味物质，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茶多酚的杀菌作用能够帮助人类抵抗微生物。与森林里的猴子一样，人类也喜欢咖啡因带来的神清气爽。而茶叶中的第三大类物质茶氨酸，
具有类似味精的鲜味，能给人愉快的口感，打破了进入人类口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当人们从饮用茶汤中获得精神的振奋和口感的享受，茶汤从药汤中慢慢独立出来，茶叶的身份再次转变，从药品变成饮品。这种转变扩大了茶叶的使用范围，因为人不会每天服用药材，但可以每天都喝上一杯茶。茶叶开始作为先锋，为茶树的扩张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新鲜的茶叶并不容易储藏，如何封锁住茶叶的风味，这个迫切的需求催生出制茶工艺。四川雅安有一种茶历史悠久，它的制作粗犷原始，颜色与茶叶的本色已经相去甚远，变得黝黑，名为黑茶。是火帮助茶叶完成了重塑。茶叶自茶树上采下，并无太多挑选，黑茶粗犷的制作手法让十几片叶子都能物尽其用。离开茶树的叶子没有了能量供应，体内的酶开始消耗叶子本身，茶叶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如何阻断这种消耗，由火带来的热量发挥了关键作用。茶叶在滚烫的铁锅中进行翻炒，这个过程被称为杀青。杀青使酶在高温下失去作用，没有了酶的催化作用，风味化合物在叶中保存下来。青草味在这个过程中散失，使其更适合饮用，而去除水分则变得更容易储存。失去生命的颜色，叶的本体已死，茶却保存了下来。当黑茶打包成团，紧压成砖，它可以经过几个月的运输不变质，到达数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当地的人们用茶与酥油混合成酥油茶，茶叶融入当地饮食，成了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这一次，茶叶离开树，以另一种形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不仅输出到西南、西北边疆，还曾沿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亚地区。茶叶的普及使有关茶的文化活动增多。在宋代有一种叫茶百戏的技艺，它类似今天的咖啡拉花，成为文人间流行的娱乐活动。宋代的御茶龙凤团饼制作劳民伤财，到了明代，为了减轻劳役，明皇帝朱元璋诏令全国制作散茶。这是茶叶工艺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在这次的改革中，一种重要的茶类由此诞生。这一类茶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推动茶树征服世界。但此时，他还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当时的大英帝国与茶叶刚好成全了彼此。1610年，一种红褐色的茶叶被荷兰商人从中国带到了欧洲。这种红褐色的茶叶是来自福建武夷山的红茶。神秘的东方与神奇树叶的组合，让红茶在西方引起关注，特别是征服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英国的饮茶由贵族开启，从上至下逐成风气。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茶成为了一个庞大群体的生活必需品。借助这个契机，茶最终落到了普通人的茶杯中。这个契机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工厂的诞生促使工人阶层开始形成，工人的工作时间比农业社会大大延长，并且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循环的流水线容不得一点差错。是茶帮助他们补充能量，给予他们抚慰。英国政府迫切地进口大量茶叶，以支撑这段不仅对于他们，甚至将整个世界带入一个新阶段的工业革命。这座伫立街头的绿色小茶店，店里的茶价格非常便宜，用最简单的塑料杯包装，一杯只需要几块钱，现在仍是这里卖的最好的饮料。Good morning. Cup of tea? Sugar? Tea one sugar. Good morning.The cab drivers, the police come here, the ambulance people come here, the local cleaners, everybody. So it's like a center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低廉价格的背后有其历史原因。这家茶店最初就是为平民大众专门设立的。它的名字直译为“绿色的庇护所”。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便乐于聚集在此，为的是在工歇时间喝上一杯茶。茶中咖啡因的提神作用，加上牛奶和糖的能量，帮助工人快速恢复体力。政府看到了这些好处，积极扶持绿房子这样的茶店。茶使绿房子得以存在，给予工人支撑，而正是这些工人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世界开始从农业社会踏入工业社会。得到了工业革命的力量，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强国。他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试图扩大自己的版图。此时，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无法让英国人放下茶叶。他们甚至为茶设置了一套专门的设备。在多塞特郡的坦克博物馆内，这些坦克内部构造复杂拥挤，
但是英国人还是想方设法塞进去了这个四四方方的铁盒。Put the tea inside your mug, and then use the boiling vessel where we get hot water coming out already boiled to make our cup of tea. Sugar, milk, all in the ration pack as well, and we don't have to get outside the vehicle, so we're safe inside and still got our brew of tea. 残酷的战争中。来自家乡的一杯热茶带给他们温暖，也给他们力量。And that's how important, and it still is today. Still in the British Army, your ration pack comes with tea bags. 与已经能给战士配备大量茶叶不同，在英国人爱上茶叶的初期，当时茶叶珍稀昂贵。甚至一些战争也与它有关。波士顿清茶事件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在英国人看来，茶树的全球化种植已经势在必行。他们找到了一个人和一片土地，茶树开始向中国以外更广阔的区域传播。这个人是植物间谍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40年代，他受英国派遣，伪装成中国人的模样，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寻找最优质的茶种。最终，福琼带走了2000株茶苗，17000颗种子。这些茶种和茶苗翻山越岭，跨越海洋，踏上了祖辈们难以想象的旅程。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喜马拉雅山背面的印度。在异国他乡，茶树再一次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幸运的是，背靠喜马拉雅山的大吉岭与茶树的原生环境相似。茶树喜欢这一切。此外，茶树独特的授粉机制早已为这一步做好了适应基础。茶树的花朵被植物学家称为完美之花，在一朵茶花上既有雌蕊也有雄蕊。本来雌雄蕊之间依靠一阵风就可以完成授粉，但是茶花反而将自己的花粉阻挡在外，而只接受其他植株的花粉。这种异花授粉大大提高了授粉的难度，但是这一选择对于种族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让茶树之间基因不断重组，从而产生更优势的植株。这种不断舍近求远的累积，让茶树即使在陌生的印度大地上也顺利完成定居。The oldest tea plantation in Darjeeling, Alubari, bang in front of my house. Wow.
与现代茶园的整齐划一不同，这里的茶树随意散落在茶园里，依稀可见当年人工栽种的痕迹。住在茶园旁的居民们口口相传着这片茶园的历史。Today, in Darjeeling, we have 87 such tea plantations, and most of the plantations have a lot of Chinese ripuses. 直到现在，阿鲁巴瑞还在出产茶叶。大吉岭也成为全球三大著名红茶产地之一。茶树在印度种植的成功，证明了茶树全球化的可能。但这只是第一步。茶树想要走得更远，还是需要靠茶叶征服更多的人。但是人工制茶费用太高，要走向全球还需要更大的生产量和更低的价格。此时由茶叶推动的工业革命又反馈到茶叶生产上。印度的茶园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它更适合称为种植园。茶树变成像水稻一样的农作物，茶树的高度、树之间的距离、灌溉沟渠的数量，能影响茶树生长的因素被严格控制。从茶园上空看去，茶树像一个个方格填满了整块拼图，就连遮阴树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些树木顶棚高大而叶子细小，即使有落叶也会从茶树间隙掉落下去，而不会影响茶树的光合作用。这些茶树几乎同时完成生长新叶的任务，以达到用于工业生产足够多的茶叶原料。它们被统一收割，送进工厂。与中国保持全叶的理念恰恰相反，工业要把它做成碎茶。工人把萎凋之后的茶叶直接投进压碎机压碎，接着撕裂成细小的颗粒，这样做让茶叶化整为零，在运输储存中都不至于折损。细分化是工业革命为茶叶提供的最大启发。这些颗粒堆积在一起，在风与热的催化下氧化成红褐色。虽然红碎茶到这一步在外形上与中国的橙茶已经相去甚远，但是氧化原理学习的仍是中国红茶的制作理念。茶叶的运输与制作一样耗费人力，英国人为降低这一费用，在印度兴建铁路。当茶叶从山上轰隆而下，带动了印度整个铁路系统的发展。从种植到制作，茶叶生产的每一步都被严格控制，价格逐步趋低。在此之前，印度是个不饮茶的国家，如今茶铺遍及大街小巷。
印度的成功激发了全球茶树种植热潮。茶树从亚洲出发，19世纪80年代进入欧洲，20世纪初征服非洲大陆，20年代传入美洲，约同一时间进入大洋洲。今天，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种茶，30亿人口饮茶。大部分时间，茶充当着一种可口的饮品。而在日本，茶却超越于此，参与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构建。这种构建最初源自僧人。自从茶叶的提神功能被僧人发现，便被僧人引入凝神专注的禅修之中。而茶平和清静的个性，让它恰如其分地融入了僧人的清贫生活。僧人一度成为传播茶叶的先行者。唐朝时就陆续有日本僧人尝试把茶带回日本，但当时茶并不为大众所知。直到宋朝，一位叫荣熙的禅师撰写了2卷《吃茶养生记》，才在日本推广普及了茶。而僧人在饮茶中体会心灵，得出饮茶同是禅修的禅茶一味精神，孕育出了日本茶道。茶道被当作日本最高的待客之道，他们甚至为此建造专门的场所草庵。从草庵开始，茶道追求营造一种回归自然的氛围。由荣熙禅师创立的建仁寺中，这座名叫东洋房的草庵环境清幽，即使身处都市也好像退回到自然森林之中，日本称之为室中的山居。茶室外的庭院被称为陆地，陆地中有一段小径，意在阻断茶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来客踏上陆地，行走在花草掩映中，逐渐放下世俗扰事，平心静气。单纯的饮茶在茶道中已不是目的，人们更加注重的是因茶提供的这一段清寂时光。茶道中有一期一会之说，意思是每次茶会都不能再重来，因此主客应把每次茶会都当作最后一次相见，珍惜每次相聚。煮茶的每一步都已成为一种仪式，客人传递着共饮一碗茶，俗世的身份差异也在茶中消解。墙上挂着照应当季的书画和鲜花，身边坐着坦诚相对的友人，人们身处茶香萦绕的空间之中，静静体会着自然和生命的一体。而其中的茶最终也超越了饮品，成为人类意识的一部分。
茶树以叶扬名，在其盛名之下，茶树似乎隐去了自己的身份。茶叶被世人传颂，演绎出绵延的文化，带来经济的发展，也挑起风起云涌的战争，直至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似乎人们心中的茶约等同于茶叶，而实际上，茶叶只是茶树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在其辉煌的背后，是茶树植物繁衍策略的极大成功。这种从中国西南森林走出的树木，植物学家林奈在1753年将其命名为 Thea sinensis， 意为中国茶树。